我叫魏宇啊，是我们大学多伦多中心这次活动的总召集人。音乐会是2016年新年祈福音乐会。对，这个音乐会是我们由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艺术张振国老师，他是那个国家的那个就是特殊的音乐专家。然后呢，是由大学多伦多中心主办。然后呢，艺术总监是张振国老师，总策划是王春杰老师，然后还有统筹是叶兰老师。新年祈福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搞了，但是对我们大学多伦多这是第一次搞，因为我们搞这个新年祈福音乐会呢，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就是说大家春节嘛，搞一个高水平的音乐会在社区里头，能够和大家一起呢，另外一个是过一个好好的春节元宵节，另外一个呢，大家一块儿祈愿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自己阖家安康。对，大学中心呢是一个注册的非盈利机构，那我们的目的呢是致力于呢，在我们中国社区去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，那么包括这个茶艺班啊、素食秀啊、慈心有机农耕啊、王才贵教授的儒家讲座啊，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活动。那么这次的音乐会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我们活动的系列的一个部分。那么目的呢是，带给我们华人社区，我们传统文化中经典的东西。